老伤还是有。感谢尤尼克斯对。那么在比赛开始当中呢，还是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，陈雨菲用哇，好球！漂亮！哇！好，漂亮。漂亮！哇，好球！哇，好球！往前了，最后推了一个后场。接外的，接外了，戴资颖，哇，好球，差了一。喂，这是一个机。漂亮！局，但还是今天有大量的球迷。哇，这球压的！好球！哎呦，这是一个
刚才这个球推的比较有弧度，还是推后场，这个就长了。哇，好！哇，漂亮！漂亮！哎呦！接外的，嗯，嗯，好。观众整体还都挺年轻的，奇怪了，哎，好，漂亮，好球！有比赛还能结交新朋友，您只需要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，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加入优酷体育的官方羽毛球群。此群只做交流使用，还有不定期的福利可以拿，大家都可以。哇！飘啊，还有五字儿呢。哎，没挡准。漂亮。哎呦！好球！
哎呦！啊！啊，犹豫了。哇，哎呦，哇，一下是没打准。打的这个有点偏拍框那个，接那球。